镜头出来到香港，香港到今已经超过上万人确诊，有哪来发生第四波的疫情？香港政府则唔阁强强来封锁四个区域，强制安排因的民众爱来接受病毒的检测。啊，不过即届无检测出这确诊的个案，啊，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，等于讲安尼做其实嘛是真有价值。香港警方在社区召回，为防疏散工作人员也设临时病院准备发防疫物资。港府引用《有防疫控制疾病条例》，初一暗时各部武警公布四个受限区域，包含元朗、尖沙咀、油麻地、甲红磡等真侪栋大楼。差不多1700位民众需要按照安排，在透早两点进前接受病毒检测。就是说，封区强制规模破胎检测结果，大部分确定才离开客家，有民众感觉困扰，也有人质疑防疫成效。啊，不过港府依然伫初二早起差不多7点完成检测，希望达到小区清零的目标。特首林郑月娥认为，免干来以确诊个案定成效，防疫目的是要防止感染的发生。因为有阵时系真系唔可能系百分百系科学性系机械性咁啦。知道咧呢個區咧係最值得做嘅嚇，所以我唔覺得咧係一個勞民傷財，係一個非常之值得做嘅。喺尖沙咀被圍封嘅金銮大樓內底，有家頭毛店加真濟間賓館，有民眾家好頭毛準備離開嘅時陣，看到警方嘅封鎖線，才知影大樓已經被封鎖，差不多30-40名員工加顧客，只好點做火鬥陣休困，隔早起正離開。佢不過發型屋都好大嘅全層，咁佢就都有啲人可以瞓到嗰個洗頭嗰個牀咧，即係叫都歇下咯。有啲坐喺度，坐喺凳嗰度咁樣咯。八百以防火嘅方式強行對民眾檢測，上新嘅六個受限區域攏無發現確診病例。啊，不過初二港府依然收緊強制檢測嘅抗戰。照大樓有一件不明感染源嘅個案，或者是污水病毒樣本出現陽性，加公共場所有能力确诊，拢会纳入强制检测的范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